是公的。左边是公的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钱嘛。啊。男左女右。啊啊。这后面就是天父庙啊，他刚刚这样说。所以同一个宫又有天父庙，又有天母庙、地母庙。它就是会越扩大越多，就是这个、其实就是原来那个这个农业时代对那个天地的那个想象。你看这块石头好大，从这上吗？从这上吗？也是这样。